变宽还是变粗？变宽。宽就是扁一点点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扁的，不是这种圆。那再加个滚子压了。对，压不压不行吗？这压怎么变宽的？你要是粗的话，就很简单，换个模具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不行。你看这个。是老外呀，老外用的是什么？老外的。太细了。也是绝了。